文字的力量很大，简单的写下一封信，让你的文字转化成力量。过去也曾经有案例，因为大家努力，然后减刑啊，或者释放。我画这张图，希望他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然后我们也是支持他的。在坚持八年的时间，我终于获得再生，然后也在经历过的最选案。那我要非常谢谢他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大家只要有这个信念，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世界，都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，那越多这样的信念聚在一起，写信力量就会越大，那自然能够改变这个世界。